进攻时间球掉了，哇，田磊的球掉，而且还赔上了犯规，哇，这让台皮的板凳区现在是欣喜若狂。其实这是非常精彩的对抗，我们看到达新队已经成功的运用他想要打的战术，因为这个完全是一个很明显的开后门战术。我们看到这一球失误哦，是这场比赛的关键。Taylor King 拉了小六的肩膀，被抓犯规，现在小六要上罚球线，不过还有11.7秒，就算小六两罚都进，达新还有投进三分球追平比赛的机会啊！这个越来越像 NBA 的感觉了，因为这个整个攻防啊，哇，第一球没进，那就更像 NBA 了，三分就是绝杀了，绝杀。11.7秒，小六的第二罚也必须要把握住。王建伟的第二球还是力道大，田磊抓到篮板，要赶快攻过来了。不管投进两分或三分都是绝杀，因为现在台皮只领先一分。传给了 Taylor King， 在三分外线出手没进，篮板球抓到之后被盖火锅，时间到，台皮赢了，台皮开进拿下了。